女生都要学会这句话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梁鹤全嫌弃老婆不爱惜名牌，老婆直接呛：啊，我穿我的鞋子脏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梁鹤全嫌他老买奢侈品 ，Stacy 回：我觉得我们真的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对不对？我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就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怎么了？我买这个可以装得下我的全世界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女生就喜欢这样啊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，宋哥？你说。